安娜，讲啥？我无报道啊，我是家己来看路，大概小热身一下。我住通宵啊。对啊，正拄啊才十八，拄啊要落山呢。四十外个，我头徛来五十。啊，无呢？恁娘拜托，咱这只有够卖吧？他从那个西滨那边插进来，走117啊。哦，应该是五路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本来从港南那边照他的路，想要逆着走上来。结果他逆着走上，他走什么走？他走那个港南西的那个西边那个路，那个路哈、哦，刚好是从上面下去是单行道，而且那个晚上很暗。后来我走第一段走完，走到那个什么那个好像是台一线的时候，我就插出去直接下去走台走117上来。对啊，所以明天基本上我不打算上来这边集合，我打算从那边。直接走那个，从港南那边就插过去，走那个17公里海岸线，接到他们的路就出去了。啊？好啦啦。啊。刚过那个什么茄动物那路口，往旋状路那个路口。没有，它是另外一条，我知道那条就是从那个茄东交流道上来的，那条我走过，我知道，我开车走过。啊，我，对啊，那个我开到我从茄东交流道上那个旋状大学去过。通宵啊，对吧？多就是路口嘛，我就刚刚从全家出来而已啊，还走不到，走超过一公里吧，不到一公里吧。啊，你的电话就响了，赶快，刚开始要下坡，就啊，还好了。今晚因为好刚刚来，现在西滨是逆风，啊，现在回去刚好顺风。没有在西滨上就西滨就顺风了，啊，这边都下坡啊，啊那顺风啊，对啊，好，我脚其实无办法爬啊，顺顺啊爬就好啊，顺顺啊爬。应该还好啦，因为你这下坡就十几公里了。啊，那边大概40左右。如果今天这个风向是往南好骑，比较好骑。我刚刚来的时候逆风有点艰苦。啊，现在回去应该还好。啊，你明仔呢？好了。啊，好了。好了，嘛要六十几尔，双塔那个我没有报啊，我现在哈。现在这几个比较长途的、比较难度比较高的挑战啊，可能都暂时会放弃。你没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没办法玩。他今年会办桃高了，桃高可能就会玩了。哎呀，我这边，蛮假的。你那个遇到天气热或者什么的状况都。
好啦，你背起来，我讲。西双爬那种长距离的哈，虽然说平路，但是气候变化很大。那而且你真的像骑那么长的，你没有练，真的会受不了。不一定，其实那有时候就很难讲啊。这个叫运气啦，这运气啦。看看，我见迄间若有，你也有讲，我就改，我就来你联络，对吧？啊，因为他现在7月份还要再办一场武岭，武岭我上次骑了以后，我就不敢玩，那个除非练到一个程度，不然没办法。我的强会高十啊，你拜托。对啊，所以我这样我都玩无运动比赛啊。好，回去再跟你联络啊。OK，好，拜拜。